你找我呀？啊，张，那你拆迁那个项目啊，工地准备开工了，不动头承包给你做，你去安排一下工地进展。哦，好的，谢小姐你哈，我现在就去安排。哎，小张啊，哎，这工地都完工了吧？哦，经理，这都已经验收了，工程款安排一下了。这工地我还没下来，我这材料款都差80万，工人工资现在是80万，最近压的确实喘不过气了。这可怎么办呢？下面的兄弟啊，还催着我要钱。 今天找你来啊，就想商量一下，能不能缓一下。如果可以的话，我给你打个借条，让兄弟们过来公证一下。你看这样行不行？哎，经理，我这里有100万，你先拿去应急。这么多年在工地上啊，多亏了你照顾，你先把兄弟们的工钱发一下。行，工程款下来了，立马转给你。啊，没事。哦，我那边还有事，我先去忙哈。经理，你找我呀？啊，1年多了，钱还给你。 没有利息的哈，那你可得请我吃大餐呢。啊，没问题嘛。哎，我正好可以买一辆奇瑞瑞虎7 Plus 了。哦，说到奇瑞瑞虎7 Plus 啊，那我的放松一下。哦。哎呀，经理。 我发现你是一个被工地耽误的武林高手啊！放松一下嘛。哎，我这边有个项目，我打算全权交给你负责，市场价400，我准备给你150。经理，这可是一份大礼。总共也是8栋，另外整个项目所有的利润我再给你5%。好的，谢谢经理哈。那这个我一定给你干得漂漂亮亮的。嗯，合作愉快。